我是铁道旅行派的 Rebel， 在107年108年1月1号潮州站9:44，我白色是3041次经由屏东县行访寮的区间快车，地下三间行就来变成台湾区间快车，而下片快车就是第二大机关航线，而下来感谢各自的点吧，下一次的区间快车，那下片快车就是第二大机关航线，大家拜拜。